私は共に強さを取り戻して鬼の頂点へ返り咲いてもらいたい。はあ、酒呑童子、我が友よ、今行くぞ。はははははは。刚刚的配音员呢叫福山润，他同时也是露露修跟沙老师的配音员，非常大咖吧。平安京呢还有许多四神，有很多大咖厉害的声优，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想看的话呢，这我们也会做这个系列哦。当然呢，这次我们带来是慈母童子大业。慈母童子的乐文配音呢，乐文声优也是福山润。在左上角的齿轮呢，进去把四神语音改成乐文就能够听到了。当然呢，我觉得中文语音也相当不错。比如我们一开始选的角色呢，安倍晴明。安倍晴明的配音员呢，就是《全职高手》里面的一叶知秋。那这边我们回到我们角色身上，慈母童子打野。慈母童子打野呢，是一个非常容易玩的四神，他的技能组呢跟该人有87分像哦，可以说他们是有血缘关系。不同的地方呢是慈母是可以打野的。这边发现地方残水的邀请是我们准备修。是谁说慈母童子很容易玩，第一次就超神？那我们先来吃个打磨，顺便说一说慈母童子技能组。慈母的三技能呢，我们优先点满了，它会造成范围伤害，同时呢，我们造成的伤害会恢复血量哦，部分血量。同时呢，也是持续伤害的技能，所以呢，我们只要一直贴着敌方，就能够一直输出，同时为我们自身回血哦。而二技能呢，就跟盖伦的冲过去砍人是一样的意思。只不过呢，我们会把人家击飞，把人家抓起来举高高。而我们的被动呢，一技能它后期比较有用哦，它可以降低敌方的攻速。所有我们身边的四神呢，都会降低攻速，尤其是近战呢，我们很克近战。像这一把呢，敌方的酒吞童子不小心就被我们融化了。酒吞应该是我们慈母童子的好朋友哦，在剧情里面。这边看要不要来反个野怪，已经没了。这边我们也顺利获得手杀，风向有稍微带起来了，看能不能抓到敌方的邀请师。先开二技能，一技能冲上去取高补大招，最后让他侥幸活了下来，两次残血逃脱了。看来呢他有幸运女神的眷顾。那我们转移目标去抓敌方的燕燕罗辅助，先把燕燕罗捏爆，然后是他们的白狼射手。我们的两个队友呢都非常残血了，这波资源呢简直是非常的赚，为我们下路呢整个带起来。这边敌方的狗狗呢非常的凶，一直在追我们，多亏我们的邓姐的技能呢可以帮我们加速，帮敌方减速。我们现在是个野怪哦，同时使用我们的冰魔降服呢是可以恢复血量的，也就是我们自裁。再来吃个绿色的麒麟，绿麒麟主要的效果呢是减速，会让我们普攻附带减速的功能。这样代表什么呢？这样代表我们二技能除了会把敌方举高高击飞之外呢，还会造成减速，看来是一个非常适合慈母童子的一个 buff。 另外呢，我们开启二技能的时候非常像螺旋丸哦，本来这次的封门我们想要用螺旋丸，但看来只好下次使用。我们现在找野怪哦，来回一点血之后呢，再看看是否可以去支援。这一波我觉得上路支援的成功率呢是比较高的，因为他们很常打架，毕竟呢是两个战士哦，两个大男。那这边我们吃了蓝色的水麒麟，水麒麟可是相当厉害哦，它除了造成额外的伤害呢，还会降低敌方的物防魔防。这边中路抓到一波邀请师就补个大招，这一次有我们的二孔女收下人头，终于成功击杀敌方邀请。目前我们的参团呢可是100%啊，然后再次抓到敌方酒吞，顺利把酒吞击杀，依然100%。这边我们看看能否再拆，看来是可以哦。顺利拆到敌方上路防御塔，翻敌方邀请师，这边邀请师要后悔了，因为我们可是非常的硬啊。我们不止很硬呢，还会持续的吸血。敌方邀请呢，待在我们的三技能范围内是一个错误的选择。由于敌方邀请死了，我们看看能不能再推个防御塔。顺利推掉，这一波呢简直非常的赚哦！一开始我们杀了上路的四神，推了上路塔，然后再杀中路四神，推中路塔。这边轮到下路，哇哦，
就这么简单哦，像我们基本上是一一三的杀爆全场，也不用什么操作，就一二三接着按了，全部按出去就对了。那你们说这个技能组呢，跟盖鲁人像不像？这边这个章鱼烧，然后再拿个章鱼鳍，杀了章鱼烧之后呢，记得要捡一个章鱼鳍哦，不要像某某上实况组呢，常常忘了捡。章鱼鳍的基本功能呢，就使用之后会召唤出一个巨大的章鱼烧，然后呢，它会朝最近的防御塔移动哦，并且附在防御塔上面，持续造成伤害。章鱼烧呢，应该也算小兵，所以呢，也是可以用来偷塔的。如果知道这个原理的呢，可以帮我们补充一下哦，这边我们也不是很确定。再来野怪全部吃一次。我们吃完火麒麟的时候呢，再看看要去支援哪边。火麒麟的主要功能呢，就是会降低敌方的治愈效果，很克制呢补血或者吸血的英雄。防御塔方邀请是在中路，可是中路呢是没有防御塔的保护的，这里他有点麻烦。哦，发现敌方彩彩在上面，这边先准备一下。哦，敌方九吞人开了狂暴模式，他已经变成了鬼王，可是呢鬼王还是要死哦。那我们自身血量也被打了六成，非常的痛。再来找野怪吸个血，这边注意一下敌方英雄在附近哦，他们的辅助，看能不能拆个塔，顺利拆掉。这边我们血量实在不太好，看来要回城一波。可以追到我们名字上面呢，左上角有一个狗头，这里就考考大家，有没有人知道这个狗头是什么东西？我看他长得还蛮像统神。之前统神的聊天室的一个表情符号哦。这边呢，我们想要是八岐大蛇，但是呢，我们自身我们可以扛住哦，因为我们会吸血，可是我们吃的话会吃非常的慢，所以还是需要队友帮忙输出。发现敌方走位失误的白狼，他加速你，可是还是要交出人头。我们的大招呢范围有点远哦，直接把敌方捏爆，然后再追敌方的辅助，追上去一掌顺利把他击杀。这边我们已经天下无双，天下无双呢也就是超神了。 OK， 我们队友也收到敌方邀请四，这边敌方死了四个，第五个顺利把敌方团灭，团灭之后赶紧过来吃八岐大蛇。在平安京呢，八岐大蛇是非常重要的，你吃掉它之后呢，会召唤白骨夜星。白骨夜星是一个退塔神器。这时候敌方的打野跟射手应该都已经复活，他们可能在附近哦。我们要压制我们的制裁，我们的小羊符。最后我们的清醒灯顺利吃到八岐哦，差点被敌方抢了。如果八岐被抢呢，是很有可能被逆转的。毕竟这个游戏的小兵呢，真的很强。尤其是八岐大蛇吃掉之后的白骨夜行模式，我们现在吃个绿旗，哇哦，这个墙壁有点厚哦，原来我们是穿不过去的。那我们不相信，我们试试看从旁边来穿过去看看。再来，好像真的没办法。那看来我们的二技能呢，距离没有那么远了。既然如此呢，大家以后就绕点圈子，不要偷懒。这边我们看要不要再来吃个章鱼烧，有章鱼烧的话呢，退塔会比较快一点哦。我们这速度虽然中规中矩，不会很快，可是也绝对不慢。努力的吃章鱼烧，为我们队友增加伤害。吃章鱼烧呢，会替全队都增加伤害。咦，怎么我没有捡棋子了？一开始不是说要记得捡吗？那没关系，我们抓到敌方的彩彩，先黏着他，再一技能把他举高高，再黏着他，最后一个大招，哇哦！他被我们的召唤出来的地狱之手直接没了。这边敌方鬼王有点凶哦，他们的九寸童子，我们看能不能拆这个塔，可是有点难，那就不跟他玩了，我们转移去目标，去推中路。我们技能缺大概5秒10秒哦，被敌方吞了下去。这里强杀敌方有点难呢、
没关系，我们就右线推塔，或者等敌方失误哦。现在附近徘徊，抓的敌方抓不到。没关系，我们再找个机会。发敌方邀请是不大招，哇，我们大招真的很远哦。送你几下敌方邀请，然后再连着敌方酒吞，一并带走酒吞。这边敌方死了两个，那我们就来拆塔，优先点塔。没想到我们还是很硬的，扛了好多次。这边继续收掉敌方全身，然后优先攻击敌方主堡。敌方主堡血量非常惨，再一下，顺利摧毁。以上呢是我带来慈母童子打野的闪烁。慈母童子呢操作简单，同时也很好玩，非常推荐大家去玩了。就算在高端排位局呢也是可以玩的。那最后呢，喜欢影片请按赞、订阅、打开铃铛，也可以分享给你喜欢的朋友们。就我是尚恩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